铃木一朗今日美国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水手今天对上兵分两路的游骑兵，44岁老将铃木一朗没有上场。水手总教练泽维斯 Scott Servais 表示，一朗脚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预计明天会让他到小联盟打练习赛。斯维斯指出，铃木一朗的右脚还没有百分百复原，他还在寻找打击和手背之间的平衡，暂时不会在大联盟热身赛上场。斯维斯说，将让铃木一朗到小联盟获得有质量的打击来调整，明天开始会这样做，重点是关于他的挥棒时机。我们知道一朗能守外野，但若能找回挥棒时机，他就恢复到百分之百了。铃木一朗在14日前因右小腿紧绷退场休息约一周后，昨天在大联盟热身赛对红人，他二打数都遭到三振，从热身赛至今出赛四场，总计七打数无安打，吞4K，另有一得分一保送。铃木一朗今日美国。